跟羊一样，有吃饲料长大的羊，有吃青草长大的羊。你说他俩肉质一个味儿不？你喂饲料长大的羊，你轰上内蒙那个大草原上长大的羊，肯定味儿不一样，哪个肉质更好，是吧？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你说你是甲沟炎也好，是什么也好，你这个可能跟你这个指甲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啊，但是跟你这肉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小伙子，你肯定脾虚，脾虚的导致肉不好。肉。好嘞。那脾虚，湿气比较重，你看这个都冒黑气儿，所以说你这肉。脾干嘛呢？脾主肌肉，脾主四肢，你这个手脚过于肥大瘦小都跟脾有一定的关系，等于是说你这个肉质不太好，它这个这一块肿，有的时候不光是指甲的问题，是你本身的。